我们邀请了很多次，终于呢愿意到我们节目来给大家表演一些绝活，欢迎邓志宏先生。好，好久没看到你，真的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以前真正模仿陈水扁先生，胆锥病，那个时候还是市长的时候，你就在模仿。那个时候不是盖的，我十次计程车有五次不要钱的。真的，人家就是把你一上车啊，再掉阿密啊，哎，就是这样。对，都以为是这样嘛，哎。那后来又出现一个阿密啊，哎，又挂的波涛了啊。哎呦，结果你就销声匿迹啊。后来我就去学东西去了。学东西？对。学什么东西呢？腹语啊。就是用肚子讲话。我们小时候看这个是黑白电视的时候，欧美的东西嘛。那个苏立文剧场。对对对对。黑白的时候，他拿个娃娃，那个娃娃会讲话。对对对，拿娃娃的人呢？讲两个角色，他跟这个娃娃说话。对对对，那他说话的时候呢，嘴不能动。嗯，那要把声音给他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所以什么叫做腹语呢？你给我们稍微示范一下。比如说我们去卡拉 OK 唱歌，我啊，哎，拜托嘞 ，echo 来几嘞 ？echo 来一点，要有回音。那我现在呢？哎，拜托，管音响的你就不要帮我加 echo，我自己做。哎呦，自己做 echo 啊，这个就厉害了哈。哎呦，那所以以后你唱歌，那是练的，可以不用，对，阿尼玛加添，要用到中气，对，因为是腹部的力量，是靠腹部来决定大小声。哦，这样子啊。飞哥，你声音嗓门太小了，大声一点，那你就把嗓门拉大。我不是，我是靠肚子决定大小。这个要练很久。对，那最近练的一个东西，已经是打通任督两脉啊。这个到一个境界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是我看了一个日本人，差不多是在一年多前，我看他会，我看完之后呢，当场就觉得被干了一枪一样，我就爬不起来，我就立志非要会他。他的学艺名叫什么？他这个叫做 voice delay。在邓志宏表演前，先向各位观众解释什么叫做 voice delay， 请仔细看以下的画面。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，往日的他依稀又出现，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，会不会好梦难圆？好，大家注意到没？费玉清唱歌时好像是对不上嘴，这通常是电视作业工程上的问题。各位观众，你有看仔细吗？您现在知道什么是 voice delay 了吧？最近练的一个东西，已经是打通任督两脉啊。这个到一个境界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叫做 voice delay。voice delay，声音的迟滞，就是说我的嘴型先出来，声音后到。做了再说好不好？比方说从我们节目，比如说我好久没见你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飞哥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哎呦，哇塞，没有看清楚，我们没有看清楚，再来一次，大家都吓一跳，那就再一次。哎呦，朋友们，我是邓志宏，欢迎收看《综艺大哥大》，飞哥。太精彩了！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！我跟你讲，各位不要小看这一次这样离家出走这样，一卡不休。哎，我刚刚说到这个会腹语的，手上要有一个娃娃，他手上的娃娃跟他已经有生命了。对，我们都认为是个娃娃。邓志宏认为他是一个活的。我会听到卡路字，先掌声鼓一下啊！音乐。奥斯汀 ，Hello， 奥斯汀睡醒了没有？早就醒了，他在里面。哎呦，声音是闷住的。要不要出来？好，他要出来。要。哎呀，哦，老邓，哎呀，今天天气好热呀，哈，我所以，我带你出来走走啊。这是电视台，我们正在录《综艺大哥大》，哦，全世界最好看的节目，飞哥就在那儿了。哎，你好，飞哥你好，哎，我好喜欢你哦。
全世界最难看的节目，我告诉你是哪一个啊？啊，还有最难看的啊？哪一个？乐透开奖。乐透开奖是最难看的节目啊！你是开的号码都跟我的不一样。跟你一样你就发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是全台湾唯一会背唐诗的木偶。嘿，好好的背一首，我讲上一句，你接下一句啊，可以啊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哦，超会记录写呢。然后，哎，松下问童子，严师采药去。厉害哦！谢谢。只在此山中。啊哈。接下去，那个不要那个，快点。啊，网路咖啡屋。You shut up。啊。云深不知处 ，no， 网路咖啡屋。云深不知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吧。哎呦，西楼啊！啊，你赶不上时代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师傅很少上山，都学着上网去了。哦，师傅都学着上网去了，哪个师傅上网去了？横竖哦，一朵。上香的美国啊，我上网啊，那你就不知道了。他上网专门帮黑哥找研究你。我给你怕死，我来讲啊，屌死你了，我没讲啊。没有空气了，会出人命的，出人命。哎，你真的家教不好哎，出来乱讲话。好了，光耍嘴皮子，我们唱首歌，好来。When I watch a little boy, I ask my mother, what will I be? Will I be handsome? Will I be rich? Daddy, she said to me. Hey, Sella, Sella.Zella, Sir, your turn. 啊，又到我。啊哈。And Zella,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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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把他给关起来好不好？满嘴胡言嘛！我告你虐待小动物，不是跟你的消息不灵通啊！啊，你看吧，我所有跟你讲出来规矩点，放回去吧。哎，老邓，有话好商量。You shut up！ 我回家了。我们台湾的艺人呢，那有几个能够像你这样学习？而且他真正的难度呢，是英语，他这个发音的方法。英文因为是音节的，比如说 ，Hello， 嗯 ，Hello， Where are you going？ 嗯 ，Where are you going？ 嗯 ，Hey， tomorrow，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see the movie？ 哎呦，啊，他是用副语说的，但是因为他是音节，对，四个音有三个，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字一个字，对，日本话也是哈，你那声空荡啊，我那哭泣啊，对，中文就糟了，就麻烦了。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哦，一个字一个音，我躲都躲不掉。哎，白日依山尽的白你怎么办？到英语来了，白因为有这个纯音，要不白，哎，不白，白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哎呦！